做一个掩护，曼宁高第二段的加速球给到底线的苏世轩，没机会起，大 B 就在前面，三分线外的阿敏，双方的第一记三分球。对，国王去，对，不过他后面有基尔贝克来帮忙他，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世轩的外线了。哦，苏世轩今年长出来的武器就是他的三分外线。对，世轩属于一个小四。阿敏在底线这个跳投 ，nothing but net。哦，这个球简浩有点。但今天开始感觉有点吃到铁板，苏豪的外线啊，哇，一个掩护之后立刻拔进。对，这个球梦想家改为一个区域，苏豪顶住痛还在球场上。哇，这个球给到外围的博智，马上看看是不是可以跟博智成为一个好的搭档。哇，所以你看这个球才吸引了多少人缩到内线去。外围就是一个完全的 wide open， 对，这就是林硕博智给地板球，再送到 Austin Day 的手上，又戳了一记三分。哇，第二节国王已经连续三个三分球，而且都是由原麦卡洛得了五分。掩护之后，哇，防守球来的慢了一些，被奥地投进了三分。哇，这个球其实很可惜哦，因为国王队跑在篮筐最前端，那他目前是球场上的低高度。奥地同样的位置，想要再发一炮，他办到了，单节个人三个三分球。哇，好六人的他，每次屡屡在梦想家需要得分的时候，他都能够跳出来。林书伟马上回砍了一个右半边的三分外线，再送奥地最后是外围砍进三分。哇哦，哇，国王对奥地今天手感非常好啊，但对梦想家来讲真的是非常沮丧啊。进机会。同样给凯燕，这回你要还我一个助攻了吧？对，可以看得出啊，苏豪脚在场上哦，国王队进攻都是非常合理的。苏豪运下走外线拔起来，为国王送上遥远祝福。对，苏豪这个球外线很明显的是要制造一个突破外的机会，往篮筐的跟进，把空间清出来给一号球员去做一个分球的动作。哎呀，苏豪今天的外线是够呛辣。对，我想返回给奥地 ，kick out， 右半边四十度角的林书伟，哇，今天书伟多次在对方投进三分之后，马上做出了还击。博智想了一下，哎，还是相信自己的双手啊，哦。